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苍穹惊雷，这个 Part 2，神界的，好像体力不足。巴卡三清神就上吧，我看一下，他为什么没有那个、啊？没有那个双石头？这意思是叫我直接吃石去打就对了。哦喽！现在我们排到许孝顺上场，回复力，我选了一个妲己。许孝顺打神魔之塔没看过吧？巴卡挑战。好了，不要吃东西了，许孝顺吃东西应该不太一样。其实我还有菜头的造型，大家好，我是菜头，哈哈哈。我们来为大家示范一下神魔之塔怎么打哈。这个 CD 一三字都 CD， 就是没有要死的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要给我死的意思就对了。重点是没有光珠，没有暗珠，没有火珠。没有光珠，没有暗珠，没有火珠。这是一个 GG 的 tempo 吗？啊？不能因为我是菜头吧？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屌劲啊，真是。三下不知道我们撑不撑得住，非常好，菜头撑住了。目前战局是属于一个焦灼的状况，菜头使出了神转柱的一个看起来不神的神转柱。好，先解决掉一只。哦，跟你讲，菜头也是很厉害的，现在是属于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哈。我操！哦，天降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把卡我照打，妈哈哈哈，妈妈哈哈，完全我觉得鼻孔好大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要转出，不是看鼻孔，要看鼻孔都回家慢慢看。虽然说我现在是在家，有没有？这时候跟大家讲，要做一个所谓一combo的一个有没有的技巧，叫一康洗 CD 法，斗鸡康好不？就是，反正就是不是奇怪的康啊。没看过菜头拔一卡挑战地狱吧？哈，今天是第一次看过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看过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但是会不会过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哦。强化腐蚀盾，那我要做强化腐蚀。听说好像是 CD 耶，那我怎么打？我先讲，我死掉，我不太想接关哦。耶！有人说星球崛起哦，我觉得是好像有点辛苦哎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关卡资讯，都 CD 一，好，决定了。我们还是不要接关好了，菜头 GG 了。好，我换再换个造型哦，我看有没有。小鼻子，现在是属于一个坚定小人的状态，有没有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，好，那不重要。我思考一下，我们用光吸打吧，这样我可以吃比较少一点。
我发现我现在这个造型好奸诈哦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。这个尖令小人打法，哦，基本上我这队是没什么在练的了。这样会过吗？为什么要放大声？我在干嘛？好，我们换一个别字哈，唐氏症尖头拉瑞。我原来唐氏症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我们要鼓励一下，这个唐氏症也是可以生产出的，嗯，所以我们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。我来示范，真的是唐氏症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唐氏症，超能坏蛋，还蛮像超能坏蛋的，我就是坏蛋。好，真的打不过我等一下要休息了，不能这样。对啊，今天已经打到快那个了。大家就包容一下齁。这个蛮好玩的。不是，这个是他头为什么可以配合一下吗？这样转好像不太好转。我这个画面歪的好像真的不是很好转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这个真的不好转。好，矫正了，矫正了。留一只。这鬼叫什么啊？我可以鬼叫吗？我今天一直以来都是鬼叫，上次没有鬼叫，我实在是憋不住，真的。是谁跟我讲说很吵的？我们继续除CD哦，搞不好这一队这次可以临时哦。哦哦耶！停！可以停吗？可以停吗？我偷看一下我们这个关卡资讯，九万多小 case 啊，一波带走。哦耶！我刚意思是说小 case 啊，我一波被带走了，对不起各位。看来这个造型不太适合。是通关，再来一次哈。我看一下那个奖励石头来了没有？是不是没有奖励的石头啊？好，不重要，我们继续通关。恢复体力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玩的造型。这不好看，爆炸头了。高度好像有点太高。好，这样大家才看得到我那个鬼的头。头不见了。那有 Y-key 啊。这个软体实在是那个头，好了，我勉强用啊，头啊对的不错。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外星人模式。靠，我进场了，你才跟我讲新情报，那帮帮忙，真是真笑哎！我要跟 MH 比搏一下，下次可以早点发石头吗？发补充体力补充剂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我相信他已经感受到我的那个电磁波了，而不是电磁波，心电感应，精尽人亡。好，再一次。
不过明天放假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现在。我相信是试一试考现在，以后可能礼拜六搞不好比较好，这样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看，有没有？这样会比较好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属于我相信微信你要做一个思考，就是做单体攻击。十一只，漂亮。好，果然外星人的判断力跟思考力以及转注能力是不一样的。欸，好像太大力了。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请我们的这个江狗来 support 一下。巨石吧，一波！一定要这么难打吗？我会发现，我觉得应该会 GG 耶。天降神运吗？好吧，算是运气好的意思。大于等于八 combo， 我看一下啊，八 combo， 他打10598，基本上可以稍微除记一下哈。他 CD 几啊 ？CD 一哦。那就转下去啦。这时候我的转法是，哦，是这样。哎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想绿珠。再来一康。好，基本上刚刚是属于一个小小的意外。再来一个，为什么不给我嘞？他要让我绿珠啦，我想应该是这样，应该目标是要让我绿珠。我相信这个设计还不错。七八九 ，very good， 耶！让我出了好几次了，哇靠！我这十月狼 CD 会不会太长了？哪边不长，这边长，哦，别边也很长啊。我是说是技能的部分。应该不会送走他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再见了。嗯，好，这个是没有储技的一个，不是没有练技的一个下场，好不好？这个七回合，这个八回合。八回合五六，等于是 CD 的时候叫我一波爆发带走就对了，好吧？就是既然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我们就试试看可不可以一波爆发带走。我发现帮他刷氧化好像蛮舒服的。我发现我好像打不太死他，这时候运用这样的一个策略，转两颗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刚刚没有看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哎呀，我现在可以开岩吸吗？刚应该开耶齁，看来我石头是吃定了。吃食，咻，吃，
今天其实不是在示范通关，今天根本就是示范吃石头怎么吃，有没有？哎，吃石头也是要有点技巧，是不是 ？Very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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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！ 当当当当，我靠！我操，它真的很硬哎！Holy shit！ 我下来。Oh yeah！ 好了，其实我是要除那个月亮跟宙斯技能。其实我不想这样讲，因为这样讲感觉像是在喇叭嘴。对，我的确是在喇叭嘴。你可以去死了好吗，宙斯？不是宙斯，这是水星啊！你撞高度 hell 了。我们刚吃两颗嘛，哈。开下去了，基本上，好吧。就直接一波爆发，看看可不可以带走。好，外星人的智慧，思考一下。基本上刚刚这个切法是有点半失败哦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只有失败一半，不是失败全部。下地狱吧！谢谢各位，我们成功了，用了两颗石头，这有点亏去我们，两颗石头把它 kill 掉了。好，这样这个哦，看一下。到底刚才没人讲什么话？还有月狼，别怕，不是啊，那是日狼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已经 KO 了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今天因为打得比较快，打两这样打还 OK 啊，两场大概15分钟啊。我看有没有解什么鬼成就，有30回合。好，以下这个今天的影片播放到此。我相信应该有人想要看我的真面目，对不对？混，就是这样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